橘子工坊真干净教室。用什么清洁，就把什么吃到肚子里。橘油有天然抑菌清洁的功能，橘子工坊使用100%天然冷压橘油，帮我们推出了最贴心的厨房小帮手。会吃进肚子里的，用天然无毒的清洁用品才安心。因为厨房和食物这么亲密，橘子工坊坚持采用植物性基底配方做原料，不再含有石化毒成分，带来真正的干净。厨房电器无法用水大量冲洗，只好更讲究清洁产品的安全性，天然无毒不残留，才能让吃变得好安心。直接将厨房烤炉清洁剂喷洒于微波炉内壁，静待几分钟，让清洁剂分解油渍，再用湿布轻轻擦拭，直接去除油污。排油烟机的黏哒哒油渍也不用怕，将厨房烤炉清洁剂直接喷洒于排油烟机表面，静置15分钟，让清洁剂溶解油渍，用海绵菜瓜布轻轻刷洗，再以湿布轻轻擦拭，好清洗不残留。例行性的厨房清扫，只要将清洁剂喷洒在待清洁处，再用湿抹布轻轻擦拭，天然橘香闻起来好舒服好放心，还原厨房最初的洁净，真正洁净不残留。用什么清洁，就把什么吃到肚子里。橘子工坊厨房烤炉清洁剂，清洁炉具，加倍安心。天然无毒害才是真干净，很化学的橘子工坊。